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小法师一血了，可以啊。母的好吃，公的也还行。要吃一只公的吗？不是，吃完你就痛风，你放屁吧！我们这我一年我才吃两回螃蟹，都撑死了，还就痛风。多兰剑，我们这把带的电刑啊。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回事？一刀不补吗，兄弟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这是什么套路啊？啊？要打个骸骨。开局十个兵，十二个兵，一个没补。那这肯定是杀不了的，他都不跟我耗血。他有点太猥琐了。再 E 一下，抠一下，走位 A 一下，打电刑。这波可以尝试击杀。A 点炎 ，W 抠 ，A 一死，闪现走。这波耗血完美。嗯？再给我推一波呀！回家了。好补。补刀给我看呆了。这个小子可能就是想用一种非常猥琐的方法来稳住自己，然后呢，只要不死就可以获得胜利。但其实这样是不行的。如果一直挨揍，肯定是不行的。这种兵线如果还不打，我能一直控到死。控住啊，给他。清几个兵，清两个差不多。如果太多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扛不住。等防御塔砸下来那一瞬间，哎，我们再去把这个兵给他收了。再往前面点拉啊，再往前面点拉，来把这些小兵往前面拉，插个眼，别让他吃经验。好，不能清了啊！现在的兵已经稍微有点少了，不能说再清兵了。马上这波卡完，下波再卡一手。这间接一刀不补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没事，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压制住他。如果你的对手他一直在防御塔下，那你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压制他。没办法，人家也不补刀，一刀不要，不死就行，那你也没办法。往前面了，
再拉，再拉，再拉，拉远，拉远，拉两个近战兵把他拉过来，这样我的小兵不会掉的特别快，下一波兵能续上来，知道吧？实在扛不住了，没血了，我们就用那分身去扛的。好，这波用分身扛一手，等小兵没死呢，就直接放个 W，往这一扛，然后我们再扛，往前再拉。这波有炮车，扛得住，没事啊。下波兵又续上来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人上哪去了。一会儿我们回放一下，我就想看看这人上哪去了。他就怎么能做到就一直就人儿就没了的呢？这东西了。这波兵后排兵清一下，不行了，有点太多了，扛不住了。小法师没死吧？没死啊，没死就行。你看这兵扛的都快有点要扛死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剑姬也不来，我们无所谓，我们就自己在这玩。你爱来不来吧？他15个刀，我60个刀。一会儿等我一个大件儿了，他一个小件儿。哎，我炮车又续上来了，我的炮车。还不来，我就这么点血，他都不过来，你看着没？可能要回推了啊，这一波可能是要回推了，叫王八过来，这波要回推了啊，来越塔。当兵线往我们这边推的时候，我们不让他吃兵，当兵线往对面推的时候，我们去越塔，这样他就一个兵他都吃不着。他只要敢在塔下，这个王八一来不吃塔皮，这才9分钟，你着什么急呢？那塔皮不是2分钟就吃完的东西吗？好，把塔一越，哎，舒舒服服吃2波塔皮回家，大件儿了。这多好，升个级还能给我加点蓝。确实差不多了，可以不推了，剑姬来能把我们俩都杀了这波。但既然这个王八要推，我们也可以推一手。走了，不推了，不推了，这不能推了，下边再推吧。没有血了，不推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差不多行了啊。我们的装备已经无敌了，你看我一个大件儿，他一个小件儿，你看着没有？这人，他如果不这么玩，他能吃到经验，能补到兵，他还能比这好点。他现在比那吃不到经验、补不到兵还惨。
现在我塔下耗的血我都不掉血，他再猥琐已经没有用了。A Q E， 你看我一套打他直接剩一身血，别着急，等他大招消失啊。这一个 Q， 这狗熊能杀啊！挡一个 W， 我们有盾。哟，维克托，这维克托的虚区是有点高啊，这维克托，维克托我是没想到的，维克托，电焊工来了，但其实这个赖我，你知道吧？小法师给我打信号了，装备了。还有一分钟，一分钟之内我们把上路的一塔给他拔了，顺便把间接人杀了呀。下路完了，下路一些塔给我抢了，这有点烦呢。这快点啊，还有30秒，抓紧时间。10秒，好，拆掉。这玩意儿挡技能是真是无解，我发现真是有点烦。等个技能他死了啊，3秒、2秒、1秒。杀他就是这么快，他其实跟脆皮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他跟他们家兰拉克斯那女警没有啥区别，就是有一手挡技能。现在这个剑尖不仅非常的值钱，还非常的脆。哎呀，摁错了，怎么把 W 给交了呢？哎呀，好的，可以。收集者差多少钱？投降了。收集者1900，差300。这怎么这投的有点快呀？维克托也投降了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可能维克托的心态也爆炸了，由于这剑尖把维克托的心态也给搞炸了。